大家好，上一次讲到感应篇里面所说的自罪引他永摄方术，字字句句含义都非常的深广。汇编注解里面，引用经典的话，以及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很多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，不能够一一为大家介绍。这部书是好书，印光大师鉴定的，我们应当常常读诵。学佛，先要学做人。做人呢，先要学做好人。如果人都做不好，这个佛法决定是有名无实。天台大师所说的“名字为重”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名无实，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所以一定先把人做好。印光大师不但是一代的祖师大德，那么传说当中，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这个事情也可以相信。他为什么用感应篇、了凡四训、安世全书来教化一切大众，而不用佛家的经典？这一桩事情我们要多想想啊。大师用意何在？我在20多年前，1977年，在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。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收藏了不少印光大师弘法社所印的书籍。他印的书印得好，这个校对相当认真，错字少，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书。那么我在其中发现的，就是他老人家这3种书印的数量最多。我概略的估计，应当超过300万册。那么其他的佛教经典的量都很少，跟这个相比，几乎1/10都不到。于是我就想，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现在事实证明了，世间有很大的劫难。劫难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佛这两句话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根源为我们说出来了。心现识变，谁的心呢？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心是讲真心的，识是讲妄心。是我们真心所现，妄心呢变化出来的。这个是一句话，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。一语道破啊！《大乘经论》上佛常讲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跟《华严经》上讲的两句完全相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唯心所现，想就是唯识所变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世界上这些众生想的是什么？我们生活环境呢，随着我们思想在变化。现在这个世界人不再接受圣贤的教诲了。中国严格的说，从汉武帝开始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国家教学的政策，虽然在这2000多年当中，有朝代的变更。可是教育政策始终没变，不管是哪个朝代，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国，教育政策没改变，一脉相承啊。国家正规的教育都遵循孔孟，这个是汉武帝定下来的，2000年都遵守啊。社会教育采取佛家、道家，所以儒释道在中国称为三教。这是圣贤教育啊！所以国家呢，这2000年长治久安呢，有它道理存在。民国建立之后，打倒孔家店，把佛跟道了。都看成迷信，于是传统的教育政策被废除了，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，
迷信西方的功利主义，我们自古以来讲的道德仁义都不要了。造成今天国家的困境呐，社会动乱不安呐，印祖对这个事情知道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用儒家的方法来教学，现在政策不许可，佛道的教育虽然好。现在社会大众很难接受啊，所以先教你做人呢，做好人呐。了凡四训，这个里头主要的宗旨是教我们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种善因必定得善果。可是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大师提出了感应篇。感应篇不是从外国来的，佛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，感应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，文字不多，只有1300多字。这个里面就是善恶的标准。如果认真的读诵，每一天呢，依照这些教训呢，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断恶修善呢，先把人做好了。人做好了之后啊，才能学佛。佛是好人做的，恶人明白之后啊，能够回头，回头是岸呐，这一回头就是好人。诸佛菩萨是以这个为基础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，感应篇、了凡四训，确确实实可以挽救现前的劫难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很多。洪水，水灾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感得的。今天全世界的人，几乎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区，哪个人不贪呢？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现在海水的水位已经逐渐上升了，科学家的估计，50年，南北两极的冰完全融化，海水上升呢，至少是50米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世界沿海的城市通通被淹没掉了。如果要是依照外国人预言上所说的，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科学家认定是50年。外国预言里面所讲的10年，10年海水会涨50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海拔
50%以下的全部会被淹没。贪心呐！人要能够把自私自利、把贪心舍弃掉，这个灾难就能转了。南北极的冰不会融化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是这样子选择，人家说我们头脑有问题，你们迷信，他们决定不承认，这个自然灾害与人的思想有关系，他不承认深明佛法的人不怀疑，相信一个人相信，这一个人得救不相信的人，那就要遭难了。活在嗔恚心所感得的，我们这个世间人都有嗔恚嗔恚心，而且很重。所以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地心是温度极高的火，我们在佛经上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地心呢是琉璃的，清凉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心是火球，人家那个星球那个地是清凉的。那个世界上的人，心地都是清净，没有贪嗔痴所以他居住的环境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，充满了贪嗔痴愚痴感到的是风灾，就贪嗔痴感到的是水火风这三灾功高我慢，心地不平，感到的是地震心平气和。就没有地震唯独佛法里面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所以佛讲境随心转相随心转，体质随心转，居住环境也随心转佛菩萨住极乐世界，住华藏世界，心好所以他居住的环境就变成极乐世界，就变成华藏世界。我们如果从心地上改变呢，我们的色身相好，居住环境也就都改变了。佛法的殊胜，不是佛这样说说就算数了，佛教我们去证明，证明你才晓得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不勉强，不是说我说就是真的，你们说是假的，佛不如实说佛说我说的这个，你可以证得。那么你的心里头要想悟、言悟、行悟，你所感得的是三途地狱的苦报。佛都叫你去证。你造十恶业，
你看看，地狱境界会现前。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句句是真实话了。佛陀的教诲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三桩事情。第一桩大事，叫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虚空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你把它的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叫大彻大悟啊！这个叫做佛、做菩萨。如何能明了事实真相？从禅定当中去求。楞严里面讲的净寂光通达了。你心清净到极处，智慧就现前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就能通达。现在科学家跟我们讲，空间有许多维次。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科学家证明确确实实有11度空间存在，但是没方法突破。那么在理论上讲，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。佛经上不说空间维次，佛经上讲法界。那个法界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，法界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佛说法为了方便起见呢，把它归纳为十大类。这称是法界，实是代表无尽的。法界怎么形成的呢？佛给我们讲，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科学家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，不知道怎么形成，所以他没办法突破。佛告诉我们，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你懂得它的形成，你就有办法突破。用什么方法突破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就破了吗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在佛家讲，这是禅定的功夫。所以禅定功夫越深，突破的层次就越广。虚空法界，这一切真相你就明了了嘛！佛是样样叫我们亲自证得，这个不骗人的，你自己证明啊！人一定要保持清净心，要修清净心，清净心能生智慧。这个是佛法根本的教学。佛法在世间教我们怎样过日子，怎样生活，使你这个一生，不但一生，来生、后生、生生世世，你的生活真正过得幸福、美满、自在。那么佛的教学，首先你要了解人与人的关系。人
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类，每一个族类里头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民族，我们怎样能够和睦相处？啊，你要相处得不好，就起冲突，就有战争，就有流血。啊，第二，教我们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处。啊，自然环境里面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。啊，你要不懂这些道理，啊，任凭自己的意思，作践大自然，破坏大自然，就有自然灾害发生。啊，所以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。自然环境被破坏了，地球生病了，我们居住环境不好了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了，今天是整个地球风水被破坏了，还会有好日子过？这一次大地震发生在普里，我是40年前住过普里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没出家，我跟参云法师、跟蒲妙法师一起在普里住茅棚。那个时候普里好啊，山清水秀啊，腹地。都知道是台湾的腹地，真的是风调雨顺的。啊，我离开那个地方很多年了，啊，好像是10年，大概有10年的样子。10年前，有同修找我到普里去讲经，啊，去讲了几天。我到普里一看呢，我看得很伤心啊，普里的风水完全被破坏了。啊，观音山那个地方盖了许许多多的小庙。我在远处一看，是什么样现象呢？乱坟岗，他怎么会不遭难呢？每一个道场自私自利，不能够协调做整体的规划，啊，建可以建，建得整整齐齐，那就很壮观嘛。啊，每一个人彼此互相不相让，啊，建得凌乱不堪呐，那个地方遭难了。啊，那么好的风水啊，都破坏了。人不懂得了跟大自然相处，啊，这佛教教导我们了。第三个教我们，人如何与天地鬼神相处。啊，天地鬼神，净土讲就是各个不同的宗教。啊，他们所侍奉的神明都不相同。我们如何跟他们宗教神明相处，跟他们宗教徒相处，这三个关系搞好了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这三个关系搞不好，这个社会也动乱，世界永无宁日。啊，
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我们要懂啊，要明了啊，要学习啊，要落实啊。我在新加坡，在澳洲、马来西亚，我接触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接触各个不同的宗教，跟他们非常和睦相处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学佛，这是佛法的落实，佛教我这么做的，啊，我就应该要这样做。心量要大了，啊，要拓开心量，决定不可以自私自利。啊，台湾的同胞，我在台湾住了50年，怎么能不关心？心量小，会带来无比的灾难。心量要拓开呀！啊，我好，别人跟我一样好，就太平了；我好，别人不好，就有人偷你，就有人抢你。啊，中国古老的谚语所说"一家保暖千家院"呐。啊，新加坡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政府领导人懂得，新加坡好，也要马来西亚、印尼周边通通都好，啊，新加坡人才有好日子过啊。周边环境不好，每个人眼睛瞪到你，都想把你吃掉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大家都好才行。啊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民族，通通都好，这才行啊！要有这样的心量啊！我讲经还是常说啊，我们爱这个地球，啊，世界一家，啊，整个世界都好，别的星球不好，还有麻烦。还有星际战争呢，爱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要爱所有的这些星球。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诚的大爱呀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你看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常讲"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"，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。啊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心量，你想脱离六道轮回呀，就难了啊！啊，印祖教我们读感应篇，依照感应篇学习，真实智慧啊，真谛现前。我们众生所造无量无边罪业而说的。啊，所以要多想一想，要认真努力学习。今天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48节，第58节，自罪引他，容色方殊。这个幕后一句，包括的范围很广，引申的意思就更多。注解里面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。方殊，如衣破形象，即意即意义解释。他说：“前者即以养生，高者用以济世。
若永色之时不得行，亦是无道之不广，而四方多饥寒失业之人。这个几句话呢，我们可以细心的去思维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、造福众生的，所有一切理论与方法，都应当让它畅通无阻。所以，佛在经典里面，每一部经幕后啊，都有流通分。诸位想想这个意思，希望这些道理、方法能够流布十方，通达三世，这样才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。如果障碍流通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现代世间人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保护自己的权利就障碍流通了。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，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是因缘的。施得越多，果报越厚啊！不肯布施的人得贫穷的果报，不肯用法布施的人得愚痴果报，不肯行无为布施的人得多病短命的果报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啊，欢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欢喜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。那么虽然相反，我们实际上看到呢，好像他也有所得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集的。因果通三世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。
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、得智慧、得健康长寿。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、技巧，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。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通达、都明了、都拥有。 这是圣贤人的心啊，是佛菩萨心啊，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？念头都没有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古时候确实没有。我们看古书，后面古时候没有版权。 但是最后一页呢，他总印了几个大字，欢迎流通功德无量，或者欢迎梵音，他总印这些字样。现在这些书籍啊不一样的，连《大藏经》这个出版商。 印的这些大藏经，后面都版权所有，翻印比就。他眼前是可以得一点利益，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永劫不得翻身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窃盗佛祖的版权，释迦牟尼佛没授权给他，祖师大德也没授权给他，他这叫盗版呐。 古圣先贤、佛菩萨的一些留下来的遗产，是世间所有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有份。你怎么可以独占呢？你就想罪过多重啊！这个事情啊。 被现代许许多多人疏忽了，乃至于出家的法师，都疏忽了这一点。晚年，演培法师到台湾，他很喜欢住我的基金会。我对他老人家的。 招待很周到，他看到我们所印的经书善书流通全世界，看了一看呢，没有他的书，他就来问我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流通的怎么我的书一本都没有啊？ 我说老法师，你的书后头印上版权所有，翻印比就，谁敢动啊？这个他才摇头的时候有悔意呀。我们学佛人，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。你说你版权所有，我绝对不印你的。你有你的因果。 我有我的因果，我找那些没有版权的书，我来翻译。现在我们也有点能力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制版来流通。延培法师告诉我，他的版权被人家买断了。 我那时候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要是卖版权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我基金会可以买你的版权呢，流通全世界。你卖给书商。”
人家能印多少部，能卖多少呢？你的教化了，不能够普遍到一切众生啊！你一生的心血。用错了地方，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！员工跟我是好朋友啊，我们在一起是无所不谈的啊，所以到幕后他还有几本书啊，还没有卖出去，就交给我们基金会。大概有两三种，啊，我们也把它印出来，广为流传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强调的什么？智慧财产权。啊，我们读佛经的人清楚啊，智慧财产权，果报是什么呢？世事愚痴干这个啊！商业里头的竞争啊，保护自己的权益啊，产品决定不能让别人仿冒。都是为了自私自利，不是为社会，不是为众生。为社会、为众生，无量无边的福报，用尽心机，能不能得到福报呢？丝毫都没有得到。他今世所得到是前世所修的。来世就可怜了啊！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，享受尽，这一生没有修复，造作罪业啊！纵然发了财了，也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啊，回馈社会。那是小善呐，永世方殊啊，大恶啊，小善敌不过大恶啊！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。要想到社会整体的福利，啊，众生全体的幸福，啊，所以，我们过去图书馆、基金会，啊，现在的居士林，跟此地金钟学会，所有出版。这个出版物、书籍啊，这个磁带、录像带啊，光碟，全部都没有版权。不但没有版权，而且没有一样东西。是向外面卖出去的，我们全部赠送啊，免费的供养啊，啊，这是许许多多同学们到新加坡来参观。来共修
看到这个道场，一天比一天兴旺。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？我们勤修三种布施啊，财布施、饮食、衣服、医药，我们样样照顾周到啊。居士林每一天吃饭的人超过1000人，星期假日3000-4000人。这一边每一天3餐供养，还有2道点心，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，一分钱不收啊！欢迎你来吃饭。不论你学不学佛，你毁谤佛、侮辱佛，你来吃饭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法布施做得更多了。财布施，我们还供养其他的宗教、其他不同的族群。我们布施对象啊，向全世界。有不少人看到了，问李牧原居士，李牧原居士现在是居士林林长了，问他了，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呀？怎么会这么多啊？李居士回答得很幽默，我们有后台老板，大富贵、大智慧的后台老板。老板是谁呀？阿弥陀佛。我们只是很认真努力去做。证实了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跟事实真相，就是越施越多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了，你的心量要拓开，为广大的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国界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一律平等的服务，真诚的爱心，毫无顾忌呀。过去大家在经典上看佛这么说，没有看到事实真相，现在我们在这做了，你看到了。这个地方是大修布施，所以财源滚滚而来。你问我从哪里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李居士也不晓得。总而言之，事实告诉我们，居士林的布施没有向信徒要过一分钱，没有化过缘，没有募过捐，这是事实啊。
一年365天，天天供应餐点饮食，没有买过米，没有买过菜，没有买过油盐。都是各个方面呢自动送过来的，啊，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广行布施的道场，所以许许多多同修啊，自动乐意送来啊，上一次我们访问基督教，基督教的朋友问我们，说你们佛教好像对于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做得很少啊。李牧原觉师回答他，我们做得不少，做得比你们还多，但是我们没有老人院。我们的老人福利事业在哪里呢？你到居士林楼下厨房去看看，每一天有几百个老人在那里欢欢喜喜、有说有笑，在这做义工啊，在那边捡菜呀、洗菜呀，啊，在厨房帮忙啊，所以。我们对老人的照顾，让老人在这个地方修福修慧呀。所以，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老人院。这个老人院是开放的，啊，也有住在里面，也有啊，早晨来，晚上回家的。啊，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欢喜做的工作。啊，他们在这劳动，身心健康。一面劳动，一面听经，一面念佛。这个生活多么充实啊！啊，其他宗教还没做到嘞。啊，我们大力修发布施，看到居士林上上下下，啊，真的智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啊，你看看哪一个人见面，不是满面笑容，啊，亲切的招呼，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大家庭啊。每一个人身体真的是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最近设的有中医义诊所，为社会大众服务居士林的林友，这里面到义诊所去的人，我还没有看过来。所以，这个道场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每一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流通大法，无不是念念想着贡献自己一份心力，为社会造福。啊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佛法在此地落实啊，不是在讲堂啊，每一天说说就算了啊，完全落实了，完全兑现了，啊，
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教诲，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，变成我们的思想意愿。这个叫学佛。当然，我们的过失还很多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一天读经、研究、讨论，改过自新呐！把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把利益众生的事业天天在拓展。再扩大了。我们今天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包括全世界的同学们，我们应当了解，共同努力，精进不懈。才真正做到自度度他。这个两句文里面含义非常深广，说之不尽啊！我们要细细在生活当中去寻求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